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，是时候让真相大白了。文胜先生请进。那个跟我有亲密关系的那个叫文熙的女人就是你。不允许你嫁给提凯少爷。没有人能够阻止我的。这里结婚登记书请吧。廷凯会这么狠心跟你离婚吗？我的钱在哪里？既然他是个麻烦的绊脚石，我们就除掉他，了结这件事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未来戏剧台《无尽的爱》。